2023年必练的四星角色芭芭拉地位直线上升。早期的玩家抽到芭芭拉都是一脸的嫌弃，而如今家就靠神水神的登场，主人体系的上线，芭芭拉也是翻身做主人了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个芭芭拉的配对。第一，草主加芭芭拉加丽莎加克莱，这套阵容是都是免费角色。接下来哟，培养成本低，虽然在操作上会比较卡手一点，别投哟，但好在伤害给力，别投哟，能给包萌进前期的尴尬期，而后期可以将草主替换成草神，丽莎替换成九七人，喜秋可以替换芭芭拉，组成草星九。第二，芭芭拉加林妮特加水神加行秋，没有星海的情况下，芭芭拉也非常适合水神。芭芭拉不需要太强的练度，水神同样如此，天赋都没到10级，手拿一把黎明神剑，手全程也不是太急，照样通关深渊12层。除了水神之外，场景他都死心不死，绿线难画，完全可以入手。三，一路加芭芭拉加草神加草主，经典一路绽放队，没有星海的话，芭芭拉是最好的选择，操作简单，深渊常见阵容。第四，芭芭拉加砂糖加罗莎莉亚加神里灵华，神里加芭芭拉的胆兽也是很不错的，特别适合新手开坛，双没有莫娜和星海的拼劲下，大家加油哦！挑选芭芭拉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我会保护大家。5S 的血环净水充足，保持冻结。